我一来看到没，我从这儿到这儿的幅度是不是超级大？对，这里面是运用了我的整个颈椎的移动，移动这个是要有你自己要有意识。再一个就是用到我的身体的两侧，我的肋骨和我的胸腔，把我的胯下肌的左身体能看到吗？好，也就是说在这里啊，宝贝，你看我的胸腔和我的胯和我的膝盖啊，和我的脚尖这一溜，它都保持了一个垂直啊，不是这样，所以我的身体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出去。那我的重心几乎就是在我的一个脚上，那我只轻轻的点点地就可以了。再试试，走 ，in 不漂亮，走 ，in 自然，非常好 ，OK， 有那个感觉。